家地给俺妈不豆儿，俺妈家豆儿处理不好，一片一片的，这人工也不中啊。天天旱的呀，啥干的出来了，长得可匀，出来了，出来都旱死了，出来晒死，晒死了。他不是旱死，晒死了。就我之前那豆儿轮豆芽都晒死了。那豆儿补补呗。俺爸心里想着人工拉的不补了。你想着这说那不中，老天不对，不对心思。哎，他家都是补豆了嘛。净买眼没看见豆。哎呀。这是你喷了一点没出来，你看你喷了一点。那我了呀。哎。你都不好。你都不会喷的，你看你喷了一点没出来。一会儿我拉。他这有一颗把哥要踩死了，你看看这，看看这。啊，我踩死了。哎呦。我都没走呢。是吧？我把你干一干还落一落，不知道。哎，都踩断了。那这些人找屋里我人的，他这我这还是没有，还确实。对。俺脚都踩断了，那鞋呢？是我踩断的。看看你对着鞋印，对着鞋印，有鞋印。我也给他那地，你给他那地都是土。这个补比补的快。这头几天天太旱了，他出来了豆印儿，基本都晒枯出溜了。喂，哎，好，来。不中人拉吧，拉的还快。我多久下了一不得多，我说少，他说不少，一不得几斤，十斤，一不得十斤，人家都下十六斤，你下十斤，少下一半。我说洗，他说装，我说我不栽，不叫你栽，他说说。他看俺都来栽不栽。中了不中了，看都找过来是一地啥。一地土。那都是干的。那点桌子弄不好，你就掏堵住他呀！我堵住堵住，我再掏劲干。我不堵住他，他想咋干他咋干，我还省力，我还不掏那些劲。这是先开的，老了就这，都老磕了，俩人都不掏了。我那没鞋了，我那没鞋了，也没那劲，也没那劲管他了，也没那劲吵了啊！嗯，都说正在这幼儿园的小朋友有暗号，我试试俺那果果看中不中。哎，你故事走暗香，哎，你不会怎么样？哎，你和我那么像，气候都一样。热站在光，雨的在算一宿。哇，真棒！好，哥让我丢。这豆为啥？你看这叶都晒枯住、晒焦了。这挺干呐，这天高温景点子。你看这容易不容易？好不容易捞奖上了，一向处理这么烂。老农民种个地难着嘞，嗯，要天天叫你收都收，他不叫你收你都收不成，脏活打的多呀，你这是自我安慰吗？啊，自我安慰吗？老农民都是这样，你好心态。我来送水的，好，谢谢呀。你喝不喝？给我给你开个喝吧。又跑了。妈妈也没有看那个防晒衣漏雨，叫妈妈带着你回家吃个雪糕。是不漏雨啊？就给拎回去吧。拎回家吧，漏雨。行了，栽青椒麻烦，不栽青椒了，不栽青椒也麻烦。那今年天不好。老天爷不收去。今年栽青椒太费劲。哎，一青椒都浇十来水了呀。看下出来了，这兔子吃的，兔子还吃啊，兔子吃的吃光光。哎呀，那我们这就是烫干了嘛呢。是这一节烧死了，哎，烧干了，地上都枯出了。土天热了吗？哦，你看就这一节，这一节软了，然后都。土天热了，疼了。给我拉会儿吧。这。这会儿吧，这有啥呀？这头出的比那头强点。我不喝了，我不喝了，喝吧。哎呀，我不喝了，我喝了，看样子闻到空瓶，我喝了一瓶。今年的豆处理是真烂，你看看这费劲不费劲？脏了，一份一份又一份。那暖了？我咋这样？我沉漏了。看看沉漏了。看挤到这一块都是骨头，走吧。哎。
半年了，刚饿上。怎么吃得着点头？咱煮点稀泥，还能做馒头。来来都是淘劲儿的，不淘劲儿咋弄啊？好。